对面是因为在工作，你把那个关掉，把这个铃子关掉，你关闭。对，临时关掉。你现在那个用业务处就出来了，把这临时开起来。这临时已经打开。嗯，效果很明显，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，就说明在工作。我们再重新再演示一遍，把那个等临时关掉，指示灯灭了，把指示灯关掉。指示灯，电源指示灯灭了，业务马上出来了。我们再重新开起来，效果很明显。好，我们再重新演示一遍，把等离子关掉。灯灭了，表明等离子已经不工作了。把等离子再重新开一下。